晒了一天了。不上班的日子是舒服哈，晒完了 A 面晒 B 面。你怎么就那么多话啊？我乐意，知道吧？啊，我还晒完 C 面，我晒 D 面呀。还有这么多面啊？C 面是哪？啊？啊？哎，那 D 面呢 ？D 面？看是吧？啊啊！我就是想知道，你怎么晒成了 D 面？晒 D 面？不是，我怎么晒 D 面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了，没关系。不过跟玲玲啊，就哎，对了，玲玲哪儿去了？好长时间都没看见她了。她来不来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好，你继续晒吧。我还就晒地面，怎么着？我挺有心，我就晒。他就在沙发上拿大顶，然后就摔了。哦，他怎么？他在那儿晒地面呢。晒地面？他脑子受刺激了。啊？他是不是知道了？知道什么？你没看报纸啊？没有。怎么了？出大事了。出什么大事？那快说啊！玲玲得结婚了，这算什么大事儿？新郎不是皮少。啊，这就算大事了？快把报纸给我看。这玲玲不至于吧？再说了，还结个婚，上什么报纸？又不是明星。他就不会嫁给明星吗？玲玲太过分了。你生什么气？啊、哦，你这气，皮少生气是不是？你喜欢玲玲，那你到底怎么了？生什么气啊？你不会算账吗？算什么账？你看皮少和玲玲结婚，咱是不是得准备份礼？对呀、啊。但要是这样的话，咱就得准备两份礼。都是你，这人你太那个。对呀、啊。在哪儿呢？我到现在没找着。笨蛋，那么大你都找不出啊？还照片呢，真找。那我就看着你。怎么样，好点啊？就怨你啊！好好的，非得看我晒什么地面。哎呦，哎呦。哎，哎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没事儿。没事儿？没事儿还鬼鬼祟祟的？哦，那什么啊，我们也想晒晒地面。就你，哈哈。哥哥，几个月了？别装了，拿去。这是我自己的鬼屋。你还真以为你自己怀孕了？拿去。这等我站起来啊！等我站起来，一切都晚了。没事，就他这样，咱估计站不起来。嘿。嗯。哎呦。好，眼镜，我给他。
啊，这就这么一堆破报纸啊，还东藏西藏的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、啊。真是，哎，不是，哎，干什么？我去上厕所。厕所里有手纸，不报纸给我。不给，给我。说不给。给你也成，你再听我说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咱们都是男人，对吧？我可以保证我是男人。至于你们二位，你妈谁是女人呢、啊？哦，算没关系，啊，只要你是男人就行。啊，听着，男人，这个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？柳暗花明又一村，你化腐朽为神奇，化悲痛为力量。啊，行，拉破屎怎么这么多话？谢总，你别着急哈，还有俺俩嘞。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好汉三个帮。你节哀顺变吧。说什么呢？我就是想看看今晚球赛是几点的啊？你们倒好，整得啰里啰嗦的。你就是再幸福，你也不能往皮上身上捅刀子呀！刀，大哥，这是报纸，你看清楚没有啊？哎，我刚在哪呢？哎，在这呢。这就是你说的消息啊？哦，那个男的长得还挺帅的嘞。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婚纱模特？知道啊，那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影楼的广告。你连这个都不懂啊？你吃猪食长大的？我从来不吃你吃剩下东西。好了，皮勺，你看没看呢？皮勺啊，上报纸了。我早就看过了。是啊，漂不漂亮？漂亮，太漂亮了。是啊。太高兴了，哎，这脚踢的啊太漂亮了，好球。上杂志封面采访你呀、啊、你这不就是名模名模，想不到咱家能出个名模，这是祖上积了德了。你是他爹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我和他早就有关系了，你是卧底不知道罢了。不是，口误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啊！我要是和他有关系，皮生早就把我宰了。我的意思吧，我是说……好了，我今儿来的目的是想找哪帮我去去主意。什么主意？采访啊！我都不记得自己该选什么。哎，你教教我吧。这溜的呀！溜的，我知道，不用你翻译。在采访你的时候，你可不能说你这个假笑话，太土了。你不学啥吗？普通语、那不叫普通语，那叫普通话。看不看吗？我说的不对吗？这溜的把嘴给我闭上吧，学的还不如我去。好嘞，首先啊，采访你的时候你不能说普通话，你要说太普。台谱什么意思啊？不懂了吧？台谱是现在最时尚最流行的一种语言，特别是女孩子说显得特温柔特时尚特前卫。我哪会？我教你啊。你瞧这个明白了，不能说明白了，
要说，原来是这个样子啦。还有，你称呼你家里的人，不能叫什么爹呀、娘的，要叫爸爸、妈妈、哥哥、妹妹啊。比如说你吧，哈，就是，啊，你这个小妹妹好漂亮的啦。讨厌，不能说这两个字，要说四个字的，是讨厌了啦。重点要记住，就是这个啦，一定要说两个啦啦啦。什么麻烦呀？哎，那开心怎么学？开心最简单的，开心就是，啊，哇，好幸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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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啦。那怎么了？你好讨厌，啦啦。这能行吗？你这就不懂了。这样才能显出你很有气质，很有身份。可是，这不是在撞吗？这是。哎呀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你问皮少吧，他这方面很有经验。嗯，有道理。哎，不是你说谁有经验啊？什么意思？哎，好了，皮少，哎，你帮我去举一块。我。啊。别介啊！啊，你都是名模了，还用得着我出主意吗？哎，这个算的。啊，玲玲成名模对你有什么不好的？你还吃醋啊？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有福，啊！你一下子把我从小的梦想就实现了，你还没有福？梦想？我从小就梦想能娶一个名模回家。咱梦想差不多。嗯？你的梦想是我的？当个模特。你这也就是个蚊子，你咋和我这个是理想有什么着边的？不是，莫强，莫参的丈夫。再走啊，要是让记者看见就麻烦了。什么麻烦？你想啊，他能和三个男人住在这个公寓里吗？我们三个和他什么关系？要是在登上杂志，那可就了不得了。就是，快点披上，一会儿披起来就好赖了。我不懂，我回自己房间。那要是记者来参观怎么办？啊，来了我就往墙上这么哎，贴，缺张这幅画呗。这个印，那俩还在这坐着吗？不上班啊？那今天歇班啊？歇班也不能在这儿待着呀。那我们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啊。哦，要是歇班我不在公寓待着，就没放香干。嗯，这样有放香干了吧？有了就。你保证不能在自己的屋里待？我向你保证，我肯定不在自己屋里待的。我上皮少屋里待。那就罢了。我们也很不行，一会儿记者就好来了。可是这个不是他们都一个多小时没来了，你说我们坚持不住了。啊，好，快点快点哈！我急我先上，我急我先上，我急我急我先上，回来回来回来！我们在公平期间，我们手心说本儿的，三二一，三二一，三二一。啊，好了好了。想不想去了？
你也是眼镜，你怎么老戳本儿？你又不能戳个正面。嗯，我那会儿戳的3-2-1。嗯，好，我赢了。不是，眼镜你也是，说让你戳正面，你戳正面。哎，真服了你。好，好，咱们来。电影刚。哎呀，累了，快快快快去！来，快快！哎，叶子，你干？我这快快回来！还没上呢，还没上呢呀！全被你感染的啦、啊！你这个人好好幽默的啦！哎，你想喝点什么？我们家有威士忌，还有葡萄酒啦，啤酒啦。你想喝什么？不行哎，我们的工作是不能喝酒的啦。哎呀，没想到你这个人好好敬业的啦！哎，先生，那您是怎么称呼了？我姓宋，你叫我小宋好了。那怎么可以的啦？宋先生，那我想问，您在这一行做多久了？干了10年了。10年？哎呦，看不出来了。哎，这么说，您生下来就干这行了？啊，我有那么小吗？不过说句实在的，我干了这10年了，从来没有人像你这么尊敬我，太感谢。你太客气的啦，来吃个苹果啊，尊敬是应该做的啦。太谢谢了，这年月还有谁愿意搭理我们这些臭水表的？也就你。酒的啦！哎呀，你也太敬业了！